在海南不少乡镇农村，疫情防控战打得非常的接地气。有趣的土味横幅、独特的方言，既轻松又十分硬核的达到了防疫宣传的目的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不能叫，为家留队两对手，无有健康，无人看。不用告白到，只有两位强，无人了。东路树不用告白虎，南飞的地方不用见，不然你出来我的地会吗？相信天，后下那花花。